收看国光帮忙，前女友百刀，让您怎么死都不知道啊！又是自然凶手，真的假的？对，真的。然后后来呢，我就接到我一个好朋友电话打给我，他跟我说：“你为什么带我的女人去堕胎？”啊，这太可恶了！他改了我的所有的密码，可是因为我压根没有想到是他，我还是报了几个我要进家里面是没有密码，他把你密码改了，他把我密码改了。然后我就，哇塞！那时候因为我女朋友比我早进公司，她说都是我。那时候她就说啊，对不起哦，那这100多万的货你要负责哦。还有全流吃下来播出的第一集，她就非常的吃醋，因为我的对手戏是六月景，在里面我们非常的暧昧。隔天我出门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在路边。最惨的是我的戏都已经拍完了，因为我的演得太烂，你知道吗？所以5集就被写死了。萱萱，你穿这样呢，唱这种歌不太适合。对，你应该唱舞女。啊，对嘴怎么有一段没开口？对，因为我忘记了。哦，我想说那是新的表演方式哈，以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就主持主外班这样。放空，今天要讲这个恐怖的事情了。我前女友白道，让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哎呀，押韵，你看多好啊！这个前女友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动物。他们会经常做出一些令你意想不到的行为。最近不就是很严重？是是是，最近很多人中中标，中招哎，太多了。是，不要惹不对的人就没事。那现场这5位都惹过不对的人。是，我们要先跟他们讨论，当初被摆哪一道，到现在你还是意犹未尽，不是意犹未，哪有意犹未尽的啊？好不好？来来来，开宗来开宗，凄惨了。啊！你做了什么？杀人啊！杀人凶手，真的假的？对，真的，这是真的。他是香港人吗？香港人，我就知道又是香港人。香港人，你发生都是跟香港人？比较多，比较多。他遇到鬼在香港，然后遇到怪事，跟香港比较有缘。香港比较多，因为以前住香港嘛。对对对，也包含九龙，地缘的关系。九龙啊，我是住九龙啊，对吗？九龙啊，对对对。那他为什么说你是杀手？你又不是那个凶手。OK， 故事是这样子，凶手不是杀手，不是杀手，不是杀手。赶快放空，赶快放空。对，太入戏，太入戏。他这个很惨，搞到社会版去了。对对对，为什么？他差不多，差不多。怎么样？因为我这位前女友呢，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突然间我接到通电话，她跟我说她怀孕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才20出头而已。是。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哎。他父母亲是不能接受这个事情的。是，如果是跟他父母亲讲的话呢，我一定会被他父母亲打死，他也会被他父母亲打死。所以呢，他就叫他去讲，你先闪了。他就问我说，他父母只能接受你们纯尬，但不能怀孕。纯尬也不行。那他知道你是拿督吗？那个没有关系啊。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谁？萱婉，你女儿跟拿督怀孕，你怎么办？先来个两手，好，太好了，谢谢。好的 ，OK， 不要被骗，我讲拿督不是都很有钱。那你是啊，钱的问题，我还可以了，还对不对？马六甲海峡家的，真的，真的，直接很不一致就给钱。那请问一下 ，OK， 那她怀孕，然后呢？然后当然是想说，哎。就是他讲他给我的意见讲说他不想要这个小孩，然后就讲说不如把他打掉拿掉好不好？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讲说我们才20出头，我也尊重他的选择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接到我一个好朋友电话打给我，他跟我说，你为什么带我的女人去堕胎啊？谁？而且你把我的亲生骨肉杀掉？什么？这太可恶了！你原来你是小王。8年档的剧情，对啊，好大的冒险，从头到尾我不知道说你会不会这样讲到，会不会某一个8年档把它写进去？有可能，有可能的，夸张不好会哦，不是太夸张了吧？对啊，之后我才回想起
哎，他跟我说话那个时候是两个多月，还没三个月。回想前面，我们真的是差不多有五六个月没有做了，对，没有刑罚那件事情，然后才想说，哎，那时候我也糊涂了，哎，对你糊涂，慌了，因为那时候年轻嘛，一讲到有了小朋友就会慌，不是，还是你那时候也同时交好几个，对啊，没有固定的啦，对。想不好算了，打电话来说我有了，先吃酒 OK， 我有不好算太久了。打电话给你那个男的跟你也认识？我的朋友，好朋友，我的好朋友。那你都瞒在鼓里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啊。那他也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他知道，不过他以为说。那个时候是有人跟我讲说他们两个有暧昧，然后我就讲说，哎呀，男生跟女生也可以成为好朋友啊。那个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我想帅哥才能这样讲，真的真的。所以说大凯，你问问看，我们从来没有跟人家当好朋友，绝对相信可以的，对不对？我是相信这世界上有真爱的，是不是？那你当时听到你什么心情？哇，当然傻掉啊！我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个是事实，哎。我的那种从他跟我说他有小朋友那种慌张，到我带他去医院，他进手术室，我在外面那种紧张跟那一种心情，你知道是多么的可怕吗？又怕他有事，又怕他以后煎熬，对，又怕以后说影响到以后生育或什么的，对对对，他的子宫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影响到会担心，我白担心的。不是我，而且我觉得最伤的是哦，是你的好朋友。打来说你是杀人凶手，我觉得最伤的是那个女生，伤你，对，因为她应该骗你，她竟然跟那个男生说是我是知道说这个小朋友不是我的，如果你要跟我再一起再回一起，我原谅你的话，你就把这个小孩子拿掉。他是这样子跟那个男生说，啊，对，就等于是害我，等于是你要拿掉的，对。是我怂恿这个女生去拿掉这个小孩子，这个人会缺德，太可怕了。这女的缺德，我真的给她摆了一道。那蓝波，我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哇塞，让你扛了百万债务吗？差一点点，哦，差一点点，因为我之前的时候等于是当完兵嘛，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先在我的一个亲戚那边，然后我亲戚他们的工作是做那种有点像是木制品的外销，嗯，然后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工艺品，对，工艺品，然后我们是负责采购的部分，然后我负责跑工厂，然后最重要是日本人下了单子之后，我们要去台湾工厂帮他们找人生产完之后把他送去日本完成整个手续，然后我的那时候的女朋友她比我长，就等于人家跟你下订单，你找代工。对，那我们要负责。然后你拿回扣，然后被老婆摆到。我拿薪水啦，没有啦，拿薪水啦。这故事怎么可以导向这么歪？不要这样讲话，我们要先厘清啊。我在我亲戚的东西，你还这样讲？我不是他，你在看节目就知道。对，所以我要厘清嘛。他没有，没有拿那么多啦。他用喝的。没有，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是负责品管。然后等他比我早进公司，然后我们两个同时间，等于是通常我们公司流程是订完货之后就开始要追货，然后大概会有，然后工厂订完之后我们会 confirm 一下，然后写单子回去，然后刚好有一批货，哎，公司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货柜，整个货柜被退回来，因为已经寄出去了，寄到日本，然后整个被退回来，哇塞，那不少钱，那个货柜大概有100多万，哇哦，哇，那个货柜蛮贵的哈，里面的东西，还是你刚刚其实是想要搞笑，因为我刚刚想说怎么把货柜退回来，没有，他就是里面的东西在整个货那批货刚100多万，就等那一批货被退货，被退货，然后哎，老板开始追究啦，然后也是我的亲戚，他说哎，为什么你们没有管好，对啊，管好这东西。那对不起，那时候因为我女朋友比我早进公司，她说都是我没有盯。那你为什么不盯呢？哎，对不起，我有盯，但是我们公司因为有分，例如说这一批货是谁盯，那一批货刚好那一批货不是我盯，不是你负责的。可是因为他属于在公司比较久一点，然后我个人又属于刚好当兵回来，个性看起来就耍耍的，他就说哎，他是我的问题。这时候他就觉得说哎，老板也觉得是我的问题哦，从头到尾。然后那时候他就说啊，对不起哦，那这100多万的货你要负责哦。还有钱留下来。哎，那时候我想说，等一下，会不会是你那个老板跟你那个女朋友在一起？哦，我们道歉，哎，很有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然后他又，老板就打电话给你说你是杀人凶手。对，为什么要逼我女朋友堕胎？
这一集是杀手。难怪多久以前啊？难怪我觉得我那亲戚的小孩长得有点像我。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啦，那时候觉得。然后后来怎么样？搞清楚哇！后来所有人一面倒，包含了所谓的会计啊，包含所有的人都觉得说是我出包，因为觉得说，然后当时如果真的要赔，我要赔100多万，就老鸟刚退，根本没有那个钱。多久以前啊？我刚退，我大概已经快没有三十年，快18年左右。十八年那时候100万也不得了，很可怕。对我来讲，我们一个月薪水18000到21000而已，对啊，要赔100多万。那时候后来还好，我后来去翻找我以前我从来没有留过。证据就是我每一个货物品只要有通过手的都会签单。不好意思，我刚好那一张单有留着，那一张单子里面我去找工厂找到那一张签单，不是你签的，不是我签的。哎，所以哦，还好，所以证据出现，是你女朋友签的。结果是，对，没错，是我女朋友签的那张单子，里面只有她的签名。你有没有心寒？我那时候不是心寒，天人交战。那时候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天理了。没有所谓的爱情这件事，那后来你亲戚就相信你？一开始还没有很相信，那弄到最后面的时候，因为那个签单，我找那个老板，工厂老板来对，说哎 ，confirm 的人不是我，而且有那时候的 fax 嘛，对，上面真的不是我的名字，而且传到日本的时候，那个签单上也不是我的名字，后来才证明说，哎，这个100多万不用我赔，但是很好的哦，很奇怪。也不是这个人赔哦，也不是女的赔，也不是我女朋友赔，老板扛下，老板扛掉，那就是太美了，他已经出力过他了，对，所以你就是你女朋友眼中的一个刚退伍的小鲜肉，对，是垫脚石，对。难怪我就觉得，我就想想，觉得对哦，为什么我赔就是我一个人扛，他出的包的话，哎，公司应该有的全数吸收，不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老板还可以把它拿回来哦，这个货柜转卖给别人，这件事情就没了，还帮他做。哎呦，完蛋了！你现在了解社会了吧？这叫社会。这一刻我就了解说什么叫做社会，是不是？哦。哎，大概这个真的蛮可怕的，让我一无所有的女生改偷改我的密码，然后乱记性那怎么会？哎呦，你本来有什么？就是他砸了我的车啊，这个就你跟 X X 在一起过。火星被摆到经验，讲起来自己都心虚。我的是这个，很这是什么烂事啊？你长那样，你现任女友就疑心了吗？你没有，康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是你让哪一任不疑心呢？怀疑你是这里。帮忙，让我一无所有的女生改偷改我的密码，然后乱记性。那怎么会？哎呦，你本来有什么？就是他砸了我的车啊！这个就你跟小甜甜在一起过。去反正一下，他怎么车子系列都跟他有关的，反正呢就是他先把你车砸了，他把我车砸了，然后呢？但是我真的压根没有想过，就是这个女生为什么会来回头弄我？因为我们是讲好，我先请教一下，因为你先弄他。你们在一起多久？在一起有2年多。那分手这整个过程是多久？就是我要跟你分到完全分干净多久？讲清楚，很快讲好就分手了。就是从开始觉得，那我跟你讲，你跟他讲的同时，他已经在很密谋了，计划这一切了。一定。好，然后先他是怎么样？他步骤是先砸车。他先砸车，他把我的车给砸了。是不是我已经没车了？砸成怎样？砸怎样？我们来听一下。对啊，他砸什么程度是什么？没有，他还算蛮客气的，他没有砸钣金类型的。他就是玻璃而已。砸玻璃，他让我的前挡跟我的那个主驾驶座全部都砸，那还好哦，对，那还好，还好，对，玻璃砸破，强化玻璃。可是因为我压根没有想到是他，我还去报了警，然后后来他就改了我所有的密码。哎呦，就是大家，我要提醒观众朋友，假如你有用苹果的手机的话，千万真的哦，我是说真的哦，千万要把你的 Find My iPhone 这个功能关掉。哎，去把我手机烧了，真的很可怕，因为他改了我的所有的密码，然后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密码，他可以进到我的 iCloud 里面，是所有的信件，包含我家里面进门全部都是靠密码，所以他让我没有车用，没有房子住，因为我要进家里面是没有密码。他把你密码改了，他把我密码改了。
然后我是在门口，我想说怎么会，我怎么讲回家？对，然后回到家里面就想说这一切应该是一个 miss。后来到家里面才发现说，我的信他寄信给我的厂商，就比如说我有一些客户，他跟厂商说，比如说我有一个可能在两个礼拜就要结案的案子，嗯，那我可能包了硬体软体，然后这个活动要做了，嗯，然后他跟厂商说我生病，我没有办法接这个案子，可是。那个好狠，那个是有相当利润的，而且有一些厂商是我长期经营，可能至少经营两三年的。然后他因为他的这一封信，厂商不找我，然后厂商觉得你没有商誉，你知道没有信用，就是他把我所有东西都改了。但是我最夸张是我都没有想过是他，哎呦，就是我千想万想都没有想到，是因为我不从来不觉得说有人会知道我这么多密码。可是问题是 ，OK， 你厂商一定会。你一定会跟厂商联络，哎，怎么不是我？没有没有没有，你也没联络，因为我们平常不会跟公关公司联络嘛。哦，所以他哦，公关公司单方面收到说你生病了，他也没有，他杜烂他了，对，他不会跟他联络。然后我就以为案子没有标成，嗯，然后他最酷的是，我那时候还有在做广告配乐的案子哦，嗯，就是我要交出去的案子，已经要交出去，他，我不是，我觉得他在这个 IT 的。知识相当高，他把我的档案给破坏，然后再寄出去给客户。就是你知道那个智慧型犯罪，相当聪明哎，他对他广告导演收到之后就想说，我怎么可以这样乱搞，你知道吗？就是一连串的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让这个女的这么不快乐？你是这么恨啊？做了什么让她这么不爽？我们待会再问她为什么她会这样对。是早泄啊？不爽，看到了。好，来郭行，哎是。我的是这个，这什么烂事啊！你长那样，你现在女友就疑心了吗？你没有康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是你让哪一任不疑心的？怀疑你是被讲中了。现在女友疑什么心呢？那时候也是差不多分手，大概是两三个月的时候，嗯，然后他有一天电话就来了，然后。跟我讲说他生病了，因为他一个人住嘛，嗯，就想说我可不可以就是去照顾他一下。什么病啊？那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最后是我提出来的嘛，嗯，所以其实自己心里面多少，你愧疚还是会有一点罪恶感，嗯。对，不要像郭鑫了，郭鑫花归花，他还是有良心。谢谢康哥。然后呢？然后我就去看他，而且我不单去看他，我还煮了一点一锅鱼汤过去给他。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心里想的很简单，就是我到了家里面之后，我东西摆着，然后我看一下他，然后我就可以离开了。寒暄的过程当中，他对方还是有提到说，哎，对我还是有一些感觉这样。是。可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老实的跟他讲说，我没有，我现在也是有女朋友了，哎，也是有不错的。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要去外面收拾东西嘛。然后收拾的过程当中，我就听到我的手机响了。那手机一响之后呢，我就去找嘛，因为到处找找不到。然后我就进他房间去找。那找的时候，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就跟我聊了很多他心里面的话，就比方说对我的想法啊、感觉，然后问我说还有没有可能啊。然后那时候他甚至还有问到一个，我当时没有想到，他问我说：“那你现在那个对象是不是叫那个谁谁谁？”我那时候有点吓一跳。就是觉得说你怎么会知道？难道你们是朋友吗？嗯，但他没有讲什么话。那我又去找，去外面绕了一圈之后，他跟我讲说，哦，就在房间的某个角落。好，我就拿了，然后我就走了。在我走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时候电话又响。嗯，啊，电话响了之后，哎，就是我的朋友。现任。哎，朋友，就是一般朋友。一般朋友。哎，要来家里跟我一起打电动。是。我说男生。哦。我就说好啊好啊，那你就赶快来我家。所以那个我都完全没有起任何的疑心。可是一到家之后，我们开始玩，打电动嘛。啊，打一打呢，简讯来了。嗯。是我现任传给我的，他说，你在干嘛？在家吗？我说我在啊，我在跟谁一起打电动啊。然后说你今天一整天都在家吗？我其实我有出去嘛，但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是当然的。所以我真的就骗他说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我那时候骗他说，对，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家，而且刚好旁边有个人嘛，对，我是证人，在场证明，对，在场证明，又启动在场证明，当场男生又启动那种谎言系统，对呀，对呀，保护系统，他等一下，对啊，我们今天在家里面打了一天好热络，打一整天cover， 结果那时候他就讲说。你刚刚是不是跟一个女的在一起？
怎么可能会知道？我很认怎么可能会知道？后来是怎么样？他知道这件事情吗？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去他家的时候，不是第一次手机有响起来吗？其实，在响起来那个过程当中，他有看到那个名字吗？他就有把它接起来。等于是说我在他房间那个所有的通话，好小的招，可是所以半套也被他知道了，没有半套。这个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因为她有问我说是不是那个谁谁谁，因为她有看到名字嘛。那当然，我现任这样问我，很自然，我当然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对，就是这样。结果就是这样。那其实这个东西到最后是有一点疙瘩，可是那个疙瘩就是一定的，还是会有疙瘩。可是我觉得我讲这个要干嘛？那这个就会开始慢慢的酝酿、发酵，对，慢慢的酝酿，没没酝酝酿酝酿。慢慢的发酵，到最后我其实也是有点受不了，因为我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连你都这么不相信我？因为我就跟你讲没怎么样，虽然我是骗你的，可是也是就这样就散了。你前女友在跟你要求复合的那一段对白，他没有听到，他有听到，而且那个就是在说我们在房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想说，为什么我回去找他的时候，他要跟我讲那么多？不，他故意的，他应该是故意弄你，他可能是。他现任女友杜烂的就是他骗他而已，内容不重要。你看有多巧，我要离开的时候手机电话又响了，因为我一定会先看嘛，如果是未接他会有显示嘛，那因为他没有显示，然后刚好电话又来，我就以为前面那一通还是我朋友打，就是这样子，就很巧，白面一书啊，没办法。女人要骗男人的时候，男人就跟狗一样，对，真的班姐，我靠，我其实就是容易搞不清楚一些状况嘛，是因为这样我就被散播不实，这还好吧？散播谣言，不实谣言。我是在中部的时候跟一个家境不错的女生交往，哎呦，很丑那个吗？没有。我们已经尽量让你们做离开一点。你还讲说是第一个？对啊，我一步一步嘛，越来越正嘛，啊，这个不错啊，对啊。然后呢？让他要上大学，要台北嘛，那我要跟他一起，我去找工作。结果我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台语的连续剧。哦，台语，你要演台语？对，我要演台语的连续剧。那你怎么办？还是？前女友心狠手辣，搞到班杰露宿街头。播出的第一集，他就非常的吃醋，因为其实我的对手戏是六月姐，在里面我们非常的暧昧。那我跟他讲，那是戏里面的暧昧。隔天我出门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在路边。最惨的是，我的戏都已经拍完了，因为我的演得太烂，你知道吗？所以五集都被取消。帮忙。我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台语的连续剧。哦，台语，你要演台语？对，我要演台语的连续剧。那你怎么办？哑巴还是？其实，也可以。外国回来留学回来的，但是这个必须是哑巴。对，他们说我可以讲自然语嘛，自然语，我讲英文、中文跟台语都可以。OK， 但是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对镜头演戏。所以其实我演的不是这么好，但是其实女友她知道的其实不是这么多，她知道说我一直都不回家，她就觉得说，你干嘛不回家？你说你六点会下班，你现在是凌晨一点你才回来，你在干嘛？那我说，戏有 delay 啊，干嘛干嘛？我也是第一次拍戏啊，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 delay 嘛。那其实她就是很难沟通理解这个。那播出的第一集，她就非常的吃醋，因为其实我的对手戏是六月姐。哦，六月，那在里面我们非常的暧昧，那我跟他讲那是戏里面暧昧嘛，外面没有暧昧啊，外面大家回家我是休息又是干嘛的 ？You sure？ 他就是这样觉得，他觉得说演艺圈很黑暗，如果我是一个小妹妹，我要往上跑，我什么大哥在一起，付出一些什么？如果我是一个小弟弟，你就是跟你一个什么什么姐姐在一起，你就是这样跑。樊姐，快点来。开始。所以他一直误会。那有一次是他有某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算是事情，他跟一些朋友要聚会，他希望我出现，那觉得说有面子啊，男朋友干嘛干嘛要出现，结果一样，我就是不能出现，因为就是 delay 了之后呢，
我要弥补，我带他去看电影，去百货公司看电影。你知道我的运气真的是差，怎么了？我坐那个手扶梯往上的时候，六月姐就是往下。哦，哇塞，手扶梯真有缘，就是哎，怎么那么巧？故意的，故意转角遇到爱的神迹。对，那我必须说嗨啊，我不可能就是不理他，不礼貌，对对对。那他说嗨，我说嗨，啊，女友就要假装没事，我们就看了电影嘛。隔天我出门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在路边。所有的东西在路边，路边是你的还是对你的？哦，我的东西啊，全部都在路边啊。然后我就只好打给我朋友，然后搬到他那边去。真的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东西都在路边，我的戏都已经拍完了，因为我的演得太烂，你知道吗？所以五集就被写死，我就没有工作。没地方住也没工作，我在台北干什么？走拿督啊，你们不是好朋友吗？那时候拿督是不理，那时候是互相杜烂啊，杜烂杜烂。对对，那时候还没认识吧？还没认识，还没认识，认识就是帮他。我认识他是因为那个这个女友的经验，让我被我的兄弟亏，说我你就是没有钱嘛。你又没有办法去有自己的房子啊！你如果你要跟女友在一起，你要有本事啊！你要在赚钱啊，干嘛干嘛？所以你就跟拿督在一起，我就开始兼差，我就兼差模特的工作哦，才认识。所以我就认识他，然后我下一个工作之后，模特我就赚的钱比较多。我下一个女朋友，我就有拿督的帮助，住我的，吃我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刚刚发生这么多恐怖的事件，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女人要这样对你？为什么？变心啊，他就是爱，他爱了另外一个男人呢。哇塞，那你这个没有办法。可是他变心，他闪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弄你呢？又不是你变心，他五个月不碰人家。哦，我觉得表现不佳，站得茅坑不拉屎。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男生，他人家艳舞已经跳半小时，他睡着了。应该是那个男生，他没有能力帮他，但是还跟他在一起。他看到我的弱点。哦，你比较慈悲，比较有钱，不能这样子讲，只是说有责任要帮他去比较有钱，比较有钱处理这种事情。嗯，钱不钱，如果跟那个男生比的话，当然是我能力会比他好一点。当然，那就对了。对，你跟我们比，你能力也比我好啊。只是说马六甲海峡，我觉得说，因为那个男生知道他那个已经拿到那个小孩了，然后他不想觉得说是他自己想拿到那个小孩。嗯。所以他就推在你身上，推在我身上，让你背那个，而且他不爱我了吧？我觉得就是搞不好那个男的很想要那个小孩，对对对，但是他又不想，所以他女的又不想你，就是刚刚我讲的，他的家庭，他的家里其实是真的不允许他有这个小孩，所以他就制造一个哑巴吃黄连，让你吞下去，对对对不对？对，那为什么南部人家要这样对你？我觉得很简单啦，人在那个钱的面前都是自私的。我觉得很尤其是你知道都，我觉得尤其是你的能力没那么强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个人大概一个月24000，18000起薪到16000，26000这样子。你当你忽然面对100多万的时候，其实都是自私的。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一出包哇，回来就是一定是要退100多万了。对，这时候一定就是要先说啊，不是我的。我觉得小朋友找个替死鬼。对，然后求老板。对，求老板。老板，我跟你在一起，你把兰博弄走，让他背100多万。我觉得听你这样讲，我那时候发现有老板的脏啊，不会，没有。我觉得其实遇到这种事情啊，任何人，我觉得他第一件事情，我觉得爱情跟所谓的这种金很大巨大金钱的时候，我对爱情，我觉得没有，而且没有那么，而且年轻，没有感情，你们没有感情上的基准。大凯，为什么他会恨你？因为大凯，你跟他在一起2-3年。他怎么会把你恨到这样的地步？而且你分手又不是说拖拖拉拉，也没有说好像很激烈。对啊，我们是很平和的分手。那为什么怎么会平和分手之后开始这么暴烈？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不认为我们要结束了，他不认为说我们的关系走到那个。可是他没有跟你闹吗？比如说我不要分手什么之类的。没有，我跟你讲，他最厉害就是他从头到尾都超 peace 的。我们两个都是，我们俩我认为很有共识。就是走不下去，他每次都会原谅你。好了，我下次加油，天天都在原谅。对，你看男女之间最恐怖就是你认为，对，就完蛋。对，对，你觉得没事，就你还认为车怎么遇到流氓啊？对，对不对？谁砸的车？对不对？要不然就小偷之类的。所以你们太 peace 了，他怀恨在心啊。所以会不会？所以我们应该要暴力分手吗？也不是暴力分手，就要有一个过程。那你跟他讲的时候，情绪是什么？
你说分手的时候，对，我们分手是你提的吗？你提的吗？平淡的吗？就是大概你可以感觉到变淡有两三个月了。不是，我说你模拟一下，就是你讲一下你当时记不记得你讲话的语气？我就说，我们差不多走了这么一段时间了，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两个对于彼此的关系有开始渐渐的疏远了？完蛋了，完蛋！他这种口气完，因为为什么？因为女人会认为你早就不爱她了。你才可以这么平淡，没有想过哎。他认为你早就不爱他，说啊，原来你早就不爱我了，哇！不把你车砸，不把你这个密码改了，我怎么过得去？我觉得他真的认为你早就不爱他。哦，这一点是我真的没想。没有，因为你先开口，他就觉得说你既然这样子，为什么不早讲？可是因为我真的认为我们两个有共识。不是，你要演，你是要演一下。对，我们真的这变对，你要难过一点，要演，对，你要难过一点，应该要难过一点。因为你女生最讨厌那种 peace 的讲 ，peace 讲代表你很早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对，你要演心如止水，你会觉得自己很。我还是很爱你，但是不会这样。大概你现在是不是害怕？因为你是昨天又跟人家很平静的。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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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等一下下去看一下车啊。最后我最近又坐电车了，坐电车叫来电车，哎，电车也破了。班杰不恨前女友报复，只怪自己没出息。他是去父爱，所以没有安全感，这个就投资在所有男生身上。我是不想分啊，对不对？我刚出道要有地方住啊。所以他当时如果没有被剧组封杀，他就可以睡在摄影棚，你就可以同意分手，对不对？如果有地方住的话，对不对？帮忙。那你为什么会被这样弄？康哥，你刚刚有点出一个重点，什么呢？拖拖拉拉。因为其实也是将近快两年的时间，中间就是分分合合很多次。那有时候是对方讲，那有时候又换我讲。那当然最后一次是我提的嘛。可是我觉得那个中间会有一点不甘心的成分。你那个是纯不甘心，对，我也觉得是不甘心。你那个不甘心不放，纯粹是被冷落。你刚刚郭庆，你刚才说你有他有提过要分手，对啊，我们那你为什么不要呢？没有，就分分合合很多次，答应太快了。我觉得我们好。这样也不行，而且讲要分，其实我们要分，好，分现在，没那么快，没那么快，没那么快，所以他不甘心，我觉得他不甘心，我个人觉得是有点不甘心的成分在，不甘心。那班姐，你觉得他这个很简单嘛？他是去父爱，因为其实我跟他父爱，我交往，我觉得你对人生的诠释非常的奇妙，因为六个月交往没有看过他的父亲一次面。所以我就觉得他对他的父亲有一些没有安全感嘛，期待，对，所以没有安全感这个就投射在所有男生身上。不是，他跟你年纪差几岁啊？他小我大概四岁，四岁。那我是不想分啊，对不对？我刚出道要有地方住啊。的故事啊，面 support 你，渣男的，我真的好难哦。无壳瓜牛的心声，很想要帮你讲好话，不知道怎么讲哎。所以呢，我怎么可能会在外面干嘛？你根本就是不是无壳，我就寄居蟹。对了，看你们这样讲都对，寄居蟹怎么没事会自己把壳丢掉？对啊，当他没有另外一个壳之前，他还是会先对，先守住。所以他当时如果没有被剧组封杀，他就可以睡在摄影棚。你就可以同意分手，对不对？对，如果有地方住的话，对不对？行，家里走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我们棚里面还有洗澡的地方，慢慢对对不对？什么都有。那当时，而且人家那个连续剧的这个家，哎，还带朋友来，哎，我家算大家住。我想等是马桶不能上，都有，对对对，厕所到外面啊。对，好，那 OK， 那问你们一个连串的问题。嗯嗯。当然，经过这一次，这次蛮恐怖的哈，对大家的记忆、这个回忆都不好。嗯，那经过这一次事件之后，第一个，你之后在经营感情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所顾忌，或者是有所收敛，或者是有疙瘩？二，要怎么样防范这种事情再度发生？不要去香港，连转机都不下机。对，这要万一转香港，你不给我面子，你不知道我在香港就出事吗？对啊，你有没有疙瘩？会不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啊？会啊，对感情的不信任。不能说完全不信任，只是说我现在对于女生啦，或者是说还没有稳定的时候，
我会先打折，先打折，先打折，是，对，几折？五折吧，五折以上吧，就先细好细心吧，然后再要冷静的去分析说，哎。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不能因为太慌，对，不会说，或者说不会太突然之间把所有感情一次投下去，不会太感情用事。对 对,、哦对嗯，那你有什么防范措施？结扎。对啊，这样就不会当杀人凶手。我觉得不要太省了、啊，买好一点的那个安全措施的套子，买好一点。对 ，OK。之前都是用保鲜膜，之前有一些过期了，都是保鲜膜。所以还多少还是会有影响的。对，那这 OK， 整个发生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对，嗯，对。你大概多长的时间才稍微释怀一点？半年吧，半年到九个月吧，才认为说可以再站起来。我说不是人整个重新站起来，因为你一定会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其实一直来都可以站起来了，只是说到现在其实。十几年，不过我到今天我还是会有，为什么？不好的回忆，对，不好的回忆。你是觉得那个事件被欺负了，对不对？对，因为这是关人命，有跟人命有关系，对，跟人命有关系的。虽然说不是我的亲生骨肉，不过是我带他去做的。对哦，对，也算帮凶啦，对对对，还是有那张手。可是你还是要去找师傅看一下。对，你有没有觉得肩膀重重的？还好，还好，把他处理过，他很厉害。嗯，那有经验。蓝波，你觉得？我觉得很简单了。我现在的我那次的经验之后，我发现就是很简单，男生跟女生尽量不要在同一家公司，不要跟同事交往，不要办公室恋情，千万不要。而且，可忍不住怎么办呢？忍不住的话，就想办法茶水间。哪有那么多茶水间啊？没有。我觉得其实男生女生的话，有很容易因为情绪的问题影响到工作。例如说，可能例如说，像因为分手之后，他同一间上班，他就跟老板告密说，你现在你工作的时候偷摸鱼，这种东西都会一直有。那所以我又觉得，对于我来讲，我会觉得说，男生跟女生还是不要同一个行业，甚至连同一个行业都不要，尽量不要在，因为在一起的话，基本上你聊的可能在工作上也会有冲突，然后比如说在，也许你在私底下感情没有很好，嗯，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工作。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包括做演员都会，而且男，如果我们男生是演艺圈的更辛苦，嗯，对不对？因为男生是演艺圈，我们在明嘛，对。如果对方他是一般行业的，他真的要弄你很容易的，对。而且说实在一点，例如说同样的职业的时候，或同一个办公室的时候，例如说谁升迁快，谁薪水高就有差别了，谁被重视，尤其是男生，你知道吗？对不对？你的谈恋爱对方一定是女的嘛？对。那老板大部分都男的嘛？对。他升迁一定比你快嘛？哎，是真的，是不是？对，因为其实，在办公室里面来讲，尤其这种工作来讲，基本上女生很受宠。当然。因为老板是男的，所以我会觉得，因为你长那样啊，怎么会受宠？我们是没有啦，我们靠实力的，我们努力工作的。我的意思说，你就是属于那种刻苦耐劳型。是的，干死干型。是的，是的。所以是因为口碑这个事情才改行跳舞，是不是？对，其实说实在，因为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你改行跳舞。对，因为我这样就是发现我不能走，辞职然后回身这样。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我发现说其实刚好我会的东西也不刚好就是舞蹈，所以因为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说那我不要再走这样的路线，回归单纯，而且千万不要在自己亲戚的公司工作，我觉得自己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导致连哦不要说损失了一个女朋友，还损失了一整个亲戚，整个家族的，他都会传啊，不要跟亲戚的公司上班，甚至于不要跟亲戚合资做生意。而且说实在，而且那有大概十年之内，只要是不来往家族的聚会，不来往或者听都会听到啊，我是看你，我就看哎，你家他都稍微讲一下啊，你准备跳多久啊？你这样跳，你有没有体力限制啊？你这样准备跳，其实这句话讲听起来好像关心哦、啊，实际上是觉得你在刁你啊。你这样跳是要跳多久？你有什么前途啊？对啊，是这样。我在货运公司有个朋友，你要不要去那边啊？哎，会，他会说，哎，我们现在刚好那谁有缺一个工作，你要不要试试看？有有这样子，所以就跳这种其实很刁啊。他说他只做警卫，我只做警卫。我看起来有这么能熬夜吗？不是，我就刁回去，我只做警卫。
其实那时候其实心里是蛮受挫的，因为觉得因为一个女生，然后因为整个家族，家族完之后口碑这样。我们以前刚开始在演戏演戏的，你们能演多久？对对对，所以对啊，这句话大概听了60000遍吧，你还是要找个正职吧。对啊，对，到现在有时候你现在有时候只是在家里休息啊，你现在没有事，人家都在上班，你都不用都可以在家里。酸，二十几岁就说。前女友种下的阴霾让大凯精神分裂。当初这么信任你那个女人，就被这样弄，就人心隔肚皮，你真的想不到。而且我事后不是对，只有单纯对女生，我对人性很失望。嗯，就是只要有人有任何人想要靠近我的电脑3C 类产品，我都会就垂下到抗拒。比如说我经纪人，我录影手机交给他，他的密码我的密码我是不会让他知道的，而且他后面还加锁。钢铁链啊，哪一个盒子？哪一个盒？国光帮忙，有时候只是在家里休息啊，你现在没有事，人家都在上班，你都不用都可以在家里。好酸，二十几岁就说你们都已经老成这样了，还好？我才二十几岁，我老成这样，对，我都快30了，是不是？大概哎，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造成你这个我之后的心理的压力？我觉得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哦，就是你自己。就是有些人你外表看起来很和善，可是实际上你知道，那就是说你自己，因为你当初这么信任你那个女朋友，对，就被这样弄，就人心隔肚皮，你真的想不到。而且我事后不是对，只有单纯对女生，我对人性很失望，是不是？就是只要有人有任何人想要靠近我的电脑3C 类产品，我都会就垂下到，对，很抗拒。还是里面有什么？不是，真的太可怕了。我现在比如说我经纪人，我录影手机交给他，他的密码我的密码我是不会让他知道的，而且他问你家锁，钢铁链，哪一个盒子？哪一个盒子？是哦，对，那 OK， 这是对于人性。那对于感情这个事情，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防范的？之后自己有没有做一些防范措施？我觉得要多花一点时间交朋友，就是当朋友的时间要拉长一点，不要一看了就一见钟情，好喜欢，马上就想要弄他，马上就想要谈恋爱这样。对，要把时间把阵线拉长，你可以观察他，了解他，对，洞察人心。可是你这种讲的容易，做的难啊，就很难嘛，对不对？对呀，你可以，你心里可不可以啊？真的，你看后面那两个，怎么可能？人没到，弟弟已经到了，都进头角，我来。因为其实，真的你在刚分手的那段期间，其实我觉得过多的关心都是一种伤害啊，那只是你自己罪恶感的一种做法啊。嗯，那。从这个事情，我有学到这个教训啊，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在大概2-3年前吧，我记得也是康哥，你有讲一句话，就在这个节目，我觉得那句话真的太棒了，就是其实男女之间的分手，分手之后，男人真的就是闭嘴，没有了，因为其实过多的争辩，好了，变到最后啊，是男生对啊，那又怎样？人家会觉得说你没有气度，真的，所以你真的就是对不起，我错了。这样就好了，对，其他都不要讲。我们以前一分手，我们大概有3个月时间发不出声音，发不出声音了。分手，那时候声带长茧，立刻长茧，真的就是闭嘴，就不要其他都不要讲，没什么好讲的、啊。因为你怎么你我想多讲多处，哎，没错，何必讲，真的，对不对？而且讲这个部分，大部分都是只听女的。大家不会听男的，对啊，对对对，感觉女生是受害者，男人都奸货，对，加害者，我们都背哥哥，对，对对对对。丹姐，丹姐，丹姐，现学现卖嘛，还没过3个月啊。我觉得有两个重点，现学现卖嘛，平常房屋资讯要收集多一点，随时有3个月。知道，中介要认识多你要加入会员啦、啊、那个找房子的会员。当初我第一个反应其实就是，我想不要再跟圈外的朋友交往。哦，反而是这样哦。当初的感受是这样，要怕他不了解我在干嘛，所以他会有些误会。时间久了，我改了一些思想。是，哎呦，我觉得应该是这次改的吧？最近有一些新的更精进悟。你要看女生跟她爸爸的互动哦，因为她跟爸爸的互动越好，这个安全感越足。
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问题越少。那他如果没有爸爸，对，没有爸爸怎么办？通常其实跟干爹就是希望男朋友弥补这部分的，所以你会更累，你会更累，一式两角，对不对？有时候当爸爸，有时候当男朋友。所以如果你是事业比较为主的话，你可能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把这个能量多余的给他，你就会有一些矛盾，可能就会破坏掉。是，那怎么办呢？那就破坏了。我是觉得啊，分手就是分手，分手就表示缘分尽。但是分手之后呢，这个痛苦期过了，还是要记得人家的好了。毕竟他在这你的人生之中有一段时间，你是他的最爱，他是你的最爱。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分手的时候不出恶言，因为已经分手，你再讲恶言，那个感情也不会回来，反而会更痛苦。何必呢？过了就过了。我跟你讲，新的一定会更好，你相信你。下一个更正，下一个你知道吗？哈。下一个，下一个，三次啊！对了，男生还是要大方一点。哎，是，那女生要原谅男生了，是对不对？就下一个嘛。哎，好，谢谢各位嘉宾，谢谢。